爱欲越多，你的烦恼就越多，你的妄念就越多。所以我们要想把心定下来，首先呢，把欲望放下，爱欲要放下，爱是烦恼，莫那时的我爱。这个东西害得我们生生世世。出不了六道轮回呀！大部分的时间，我们生活在三恶道啊！这一次到人道来，来喘一口气。做短暂的休息。如果做人这几十年当中，不能够断卧修善积功累德，死了再回去，继续搞轮回。为什么呢？这一一生所造的业了，要去消啊。要到三恶道去消业障啊！你说这个事情多可怕！这个事情不是骗人的，不是吓唬人的，圣贤人绝不吓唬人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句句实话，何必吓你？如果真的有一次吓唬你，说的不是真实的，以后已经永远不相信了。这是圣贤人决定不干的。所以句句是实话，句句是真话。爱欲绝对不是好东西，诸苦之本。